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人少年》。这集非常的特别，我们要前往六福村的路上。我们在前阵子收到一个兽医的邀约，然后他希望我们能够来帮动物园里面做玩具。然后呢，我就想起了小时候，就是以前那个六福村是要开车进去的，就是你自己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开到动物园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就吃洋芋片嘛，车上啊，以前的后照镜没有像现在这样就电动的，就按一按就可以了。所以我爸就用手去调那个照后镜，然后调一调之后，我记得我们在老虎园区里面，他的后照镜被老虎咬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干嘛呢？我们要去报仇。影片开始前，我当然知道有。其实我们今天要去帮老虎做玩具，老虎、老鼠，这三个不清楚。那我们要制作之前，当然就是先带着我们的同事一起来尝看。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还有个练习生，练习生，然后到草原就把你放下，然后就开始跑。那我要追一下，你就我要先把你吹晕，那你比较痛快一点。我要吹到，还是我吹晕好？我怕你吹不动老虎。就等一下我们就要被装到里面，对啊。然后我们就送到落石区，然后打开门，然后打开门这样。这个喜欢打开，关于寿司，有被寿司，他还在寿司。这个区域还不错，现在对，因为它现在有个三角形的，啊，对啊，很独立的空间，在上车。他会对人摇尾巴吗？不会。啊，过来就跟他握手看看。他们会撒娇，就是一种喷气的方式，会有一个声，有点像猫的那个呼噜声这样子。那你下去跟他分。金龙色，金龙色。这是给那个给新儿练习的，是不是？这个是我当初做出来要给老虎玩的 ，OK， 就是一只小马的，1:1小马的，太软，因为没有骨架。后来我做完才发现，说里面应该可能还是用木头或铁做的骨架。这种东西算是比较 basic， 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水袋，这个是那个消防队淘汰的，所以它最后有完成。没有，这试作品做完之后就放弃，就没空动了。有时候都是这样，很有心，有心又无力。但是你又很想做点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动物园比较有趣的部分。但是我们能做，尽量给他好一点的努力。啊，不是不错，他这个感觉。好，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帮老虎来做玩具。如果呢，在座各位能够提出一个很棒的想法，让老虎一放出来，第一个就疯狂去玩它的话，那我们特别提供10,000块的奖金加薪。好，有没有谁有想法？如果我是老虎的话，你不是老虎。如果我是老虎的话，是，我觉得既然兽医对我们这么有爱，那我想要玩兽医的。那兽医的太软，兽医站不起来。那兽医的很大，我想要玩大的。所以你是说把兽医的那个弄起来？对，我觉得老虎啊，就像大猫一样。你又不是大猫。我就像大猫一样。是，你有没有玩过那个益智球？没有，就是里面放食物啊，然后他们可以这样拨啊，拨来拨去的。你看，可以运动，又可以吃东西，一箱一个。你说那个益智球？对，放大版的益智球。没错。然后玩到一个角度的时候，食物会掉出来。对，老虎不会生气吗？我不会生气。那还有没有想法？还是我们来帮公司省钱，当一只客家老虎。你看逗猫棒既简单又好玩，我们就做一颗球吊在树上 ，CP 值高，简单又快速，可以帮公司省钱。我最喜欢帮公司省钱了。好，那谁做？我还有一票写，我还有一票写。我们事情要做。谁想帮公司省钱啊？我东西都要做不完了。还是你想当我设计助理，见红就收，零食柜任你吃。欢迎写信到我们的信箱哦，而且老板人超好的。业配，你他妈接业配，你三天两头没给我接业配，然后做不出来，莫名其妙，你他妈这样子也敢妈给我弄东西？
那我们草图的设计图画完之后呢，就可以进行骨架的制作啦。那我们做好之后就长这个样子。那如果你对于焊接有什么样奇怪的问题呢，你都可以看我们以前的影片。那如果你想要我们重新再拍一次焊接教学的话，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人够多，我们就会再拍一集更精致的哦。那骨架做好了之后呢，现在我们就有请六福村兽医团队立立领。这个板有没有？通常啊，每一季就是我要换东西嘛，打完久了，老虎也会烦，所以就偶尔可以换点稻草而已，或换长颈鹿。所以我们现在决定说，在这个部分、可以做成一个模板，帮助以后他们在不一样的东西，好要互换的时候，每一季要换的时候，做个套，然后给它套上去，套上去，套上去。有好剪刀干嘛用进门？我们这些企划呢，其实有三个大重点。第一个，它的技术门槛不能太高。这些图或设计图或者概念，它都可以让所有的人或一般的铁工或者是一般的焊接师傅，只要拿这个图，他就可以出去复制，或者是用这个图去做出其他更多的样子。第二个就是模组化，它的模组呢一定要能够互相的互换，所以以后也有可能出现一个货柜，然后里面就是各种不一样的玩具，然后直接运送到别的国家、别的地区，然后让那个动物园可以不用用很多的成本就能够换取一整批的全新玩具。第三个就是降低地区的成本，所以我们这次使用的项目，它一定是要每个地方都买得到的。这个编制的顺序呢，你就会先将直用横的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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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对不对？然后这个直的，就是变成是这样子交织，上面从上，然后往下这样一路编过去。这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螺丝，这螺丝不一样。对对，我们请兽医叔叔跟我们解释。OK， 我们这个螺丝的话，我们是采用这种圆弧形的，然后六角，采用这种螺帽，然后这螺帽里面有那个像项圈的东西，所以它锁上去就会非常紧。老虎可能还好，可是如果像是那种红毛猩猩那种比较有力的高灵长类，对，然后那个手很灵活，他们会把它。你说红毛猩猩都是用手去开的，对，他们手指头力道够，然后可以直接旋转。通常是用这两指，通常不太会用这两指。那我们这次也是希望说，做完之后不同的动物园的玩具可以互相交换，但是因为像猩猩啊、犀牛啊、然后老虎啊，力量都很大，所以下面其实都要做 RC， 都要做地基。如果我们把一开始我们早上说的那个模板好设定起来之后呢，所以他们在不同园区，什么犀牛区、猩猩区、肉食动物区。然后大家在互换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大费周章把地基挖起来，只要把四颗螺丝松开，然后插就可以。对，这就是我们这次的策略。我们现在这一组的做法呢，就是属于就是兽医那个圆梦组，就是我们这一组就是要把站不起来的小马儿，然后现在要让它站起来。萌萌卡起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周围。你说什么？以前怎样？那请问你用什么方式让它硬起来呢？之前都软趴趴的，那我们这次就往它这样上一下、一上一下的，它就可以重新硬起来。巴拿贝拿，顶空的当，醋拿胆贡，孤公有杂贝当然，顶起上。在学姐把它弄硬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进行第二个。喂。好，这是我们公司同事的第二个提案。那第二个提案是中型的，中型的提案呢，就是要让老虎，好像是大猫一样，就是像是那个小滚球一样这样玩。所以我们去找到了一个，就是这种水塔桶，应该全世界都有得卖。那它有时候拿来装化学用加厚板。按照这个老虎的习性，它们通常怎么样玩耍会比较好呢？我们老虎在野外的话，因为它们猎物。对，可它可能会扑上去。哎，你怎么没有穿老武装来演？老武装不是你要穿的。那玩具要注意什么嘞？如果我今天要开一个洞，要把那个洞要够大，是，就是太小，它手伸进去不会卡住，或者是根本就伸不进去。那另外一个角度，头也是，不要让它头飞太远。所以这个是成本算是不算高也不算低的做法，而且快速。所以等一会我们就要开始设计这个洞了。好。好，Let's go。
跟你讲，这种很好用。世界末日的时候，大家在户外放太酸碱，可以放那个植物纯氧。然后呢，我们去买了这个吊环，因为那个草地很大，他们的园区很大，所以不能让它跑太远。然后我们就决定用个吊环固定在这边，然后到时候呢，就用水袋啊绑在树上。因为为什么要用水袋呢？比较安全，怕老虎被勒死。所以我们要找的就是也是英制的螺母，然后把它带起来，从里面对锁，那就好了。怕老虎的手会割伤，所以这些小细节重要。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老虎今天吃什么。来自于知名的烧肉店，老虎都吃了没有？不然我们自己真的蛮好的。你等下自己去旁边架一个炉这样。没有，我们另外有和牛，只是不能，他们不能吃太多。好，走吧。和牛太油。来， 来出发吧 ，Let's go。其实兽医他们原本要做马，为什么他们编一编越编越像雪纳瑞？反正老虎跟看雪纳瑞跟看马应该也没看过。我觉得老虎看到雪纳瑞第一件事情应该是会先闻一下，会这样，那啪。还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旁边那个老虎大便，然后抹在他屁股上。对，然后我们就发现那个大便抹在他身上的时候，没有人想要玩这个，就大家排挤他。那会不会原本大出那个大便的老虎也霸凌他？然后他们只要找到共同的敌人，他们就变得好朋友。我们就解救一个老虎的生态。如果我们等一下老虎这样子，老虎不会把它当成情趣娃娃吧？这样是不是就有点猥亵了？所以我们的重量是有算过的。我们期待老虎可以跟它好好相处。有没有？用头撞。哎、欸，你这个环好像有点松掉了，真的吗？真的啊，里面啊，对，里面，你去看看。这样嘞，干！等一下，你们这样真对吗？这三天就要发薪水了，你们确定真的要这样？你们确定真的要这样？好，拜拜。没有啦，放我出来啦。自由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变成一个新的游乐设施。把人吗？真的、啊？真的人吗？真的真的，你进去感觉一下，这感觉蛮不错的。我不要。没有，你看一下。我不要。欸、不然兽医来，兽医来，兽医帮我锁一下里面好不好？我那个里面有点松掉，你帮我固定一下。你用那个是不是？对对对。OK。好，那、啊、人要爬进去哦。够。还好，够够。好，然后那不要动。你们确定要这样？确定要这样？哦，这声音，这声音好脆，好剪哦，注意哦，不错哦。现在装第三个是柜姐最省钱的方案，她想了一个最简单，她觉得动物是不会看金钱价值，动物就觉得好玩就好。你看那个马花那么多钱，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们的会员影片。那我们这样才有更多的经费，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动物是不会看金钱价值。欢迎大家支持我们的会员。我们现在跟大家示范，就是当你在山上遇到老虎的时候，你有几种做法：你要被分尸咬死，还是你要先自己上吊？那你要选哪一个？我选择跟老虎搏斗。你知道身上如果留那个老虎的疤，你会觉得很帅。快去洗那个三温暖的，你觉得好？你看。
啊，教练这场，这场。就是我们要从低一点地方开始试，让他就是有看到他，然后再慢慢把高度调上去，然后他才不会直接无视他就入球。哦，你要一天一天慢慢越来越高。对，要让他们慢慢认识这个球這樣。那兽医大概多高？150。欸，不是，我说老虎啦，我说老虎大概多高？老虎200。200，伸上来，我来选。这样就好，可以吗？这身高有符合你的身高。好吧，来固定。OK。就我觉得刚刚有一种要锁到我手的感觉，我在怀疑他现在是不是固定我的手。大家大离开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然后绑在这里。经过我们3个小时的安装之后呢，这个3样的东西都很快的装好了。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就是要开闸，然后让老虎们出来透气透气。看到傻眼，跟他说：“干这傻小。”新玩具，最大的最吸引。你看，要过去，要过去，好可爱哦！碰下他吧，碰下。这是亲密接触。哎，这个没有啊、哦。这个没有，这不算，要玩才算，真的玩上去才算。好，这个有1000。没有，这个没有，还是没有。玩没有。那我刚才1000呢？不行，我减1000。哇。有肉的，有肉的。我觉得说不定他平常吃太好，他吃饱出来可能就肉了。你、欸、他对木桩没有兴趣、欸。真的吃太好了。他不懂，他不懂，他不懂。换过了。他当我们摄影师，想玩摄影师，我再演一下好了。欸、他最可哦，2000了，2000。哎哎哎！2000了。他没有，这1万了。还玩一下，然后这个3000打爆，全体群殴。有4万哦。哇哇哇！你看，然后我们就可以玩到快，太快了吧！玩到不是的，全部追起来了，小朋友们。啊没了，哇，啊这个可以，哇，最便宜的获胜。不过他这是第一次玩，就是第一个玩，就是后续还是要让那个兽医来观察一下。嗨，这是广告时段，你知道吗？我们超认真的周边商品上线了，你可以去购买，很棒哦。嗨，所以这几个礼拜试下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我目前觉得那只水袋马是最耐玩的，因为第一个它的结构很强固嘛，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水袋也还坚固，那因为它有弹性的关系，所以他们不会直接是大肆的去咬它，他们就是可能是先用推的，用打的，然后去玩玩看。所以目前玩起来，我觉得它还蛮耐用。那桶子的话，可能食物藏在里面，他们会觉得有点不确定性，或者有点像恐怖，感觉好像有陷阱一样。对，所以他们还是会蛮警戒的。那个一开始第一天玩的最疯的那个球呢？原则上球都是算蛮受好评的一个玩具啦。那也知道，像猫科动物就是属于这种喜新厌旧，就可能它的结构比较简单嘛，一开始觉得很有趣，荡来荡去的。那后来一阵子，可能已经习惯那个 pattern， 所以就没有之前那么喜欢玩，但是还不错啦。那我们就会把这些数据啊、影片啊，然后整理起来，甚至是翻译成英文，然后我们让跟其他动物园去做一些交流跟分享這樣子。嗯，这样不错。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关我们的那个新兴区的部分。嘿，新兴区怎么了？新兴区就是说，其实我们也蛮需要做一些玩具啊，还有一些吊挂的东西。你也知道我们的什么？那个，我这边讯号不太好。炉子我们应该怎么搭 ？Hey guys, we have a funny toy for your room. Incredible.Amazing choice. Amazing choice. OK， 好，那我就这样打，这样可以吗？不行，为什么不行？你手上拿那瓶没有液配。学姐，你是认真要真有的，是？
可以讲五个你的标准吗？幽默风趣，会做手工，不要超过180。不超过180，这有好的呢吼。但我脖子很，我脖子很酸。哦，还有吗？个性好就好。所以如果在片尾大家想要跟学姐认识的，我们等报名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大家晚上集中到老虎园区里面，然后大家生存三个晚上，好，然后剩下的人就可以跟学姐在一起喽。那你们带这么多东西，怎么都没用到？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年轻人一个教育了，就是出外场哦，你宁愿多带不要少带。你知道如果在这种荒山野岭哦，你突然少了一个，我不要说什么螺丝就好了，帮我买一个不锈钢的十字自贡给他上来。我靠，这么难东西哦。对，最怕的就是我这边等你等半个小时，就买上来还买错。所以出外场很重要，就是你宁愿多带，你要在出场的时候你要先冥想，你要在脑中里面意象训练。所以他在我大脑里面已经装了大概十几次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装三个小时结束？老师傅。